老板娘嘞，老板娘，今天又在干什么？在挠筛子呢。太阳了。太阳了，快点给我来杯甘蔗汁。兄弟们，今天来越南老板娘这边来杯甘蔗汁。这是他和他阿姨他俩一起经营的甘蔗汁摊啊。先给你加点冰块，这是冰箱啊，不要钱的冰块先给你们加满。阿姨的手法还是挺熟练的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你们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杯？一天能卖出去100杯。哇，那你们要漂亮的100杯，穿漂亮的能卖出去100杯。那看美女的比较多呀。哇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把这个盛满冰的杯子，然后甘蔗汁从这里出来，直接倒满了啊。现在都多少钱一杯了？有没有涨价？一万一杯，加量不加价，而且还可以看越南美女，在这边买甘蔗汁真的是生意比较好啊，怪不得都是越南美女在这边经营啊。来来，给你一万，确定不涨价是吧？不涨价，以后我多介绍几个中国客人来这里消费一下。哎呀，有人还来这里路边的买东西一样的吗？那肯定的，是啊，关键是一种情怀，知道吗？喝的不是甘蔗汁，喝的是情怀。我